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进。今天呢，想要做一个实验，就是啊，大家都有刷过有口味的牙膏吧？在小时候，像我之前就是在幼稚园的时候，曾经妈妈买了哈密瓜口味的牙膏给我，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就把它吃完。既然牙膏有口味，那么如果我吃辣的东西，再用牙膏来解辣，这样子办得到吗？所以今天我准备了很辣的拉面，再来就是这个超级辣的咖喱。它不仅是超级辣的咖喱，它里面竟然还使用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马肉跟鹿肉。对，那么呢，我今天准备有口味的牙膏是巧克力口味的牙膏，香草冰淇淋口味的牙膏，怎么办呢？这牙膏看起来都好好吃啊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牙膏听说是日本第一名可以让你牙齿变很白的牙膏。那么我先把拉面拿去泡一下。那么我先来吃刚刚先准备好的，把刚刚隔水加热好的咖喱。最近怎么那么常在吃咖喱？好奇特的味道啊！料好多，这是咖喱。好，台湾可以吃马肉跟鹿肉吗？来了，再给你吃。啊，我觉得马肉吃起来就跟鹿肉差不多。不管了，好辣啊！这是牙刷，然后我全部吃巧克力的吧。啊！啊！就是每次都紧张关头都打不开包装了。啊！一条，好，进。可以。不会辣的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太神奇了！太神奇了吧！巧克力牙膏一刷下去不会辣嘞，哇，妈咪！接下来是我们的辣拉面，辣辣的拉面，看起来也太辣了吧，这东西。OK， 拌好了。我要先，这一次我学聪明了，我要先把香草冰淇淋牙膏打开。香草冰淇淋牙膏，这比巧克力还要香哎！那我准备来试吃了。它跟咖喱比起来好像没有这么辣，不然再好，我把一些咖喱加到里面去。哇，好好吃啊！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太好吃了吧，都没有我想象中的辣。但我怎么用香草冰淇淋来解辣？这款拉面的辣度啊，不足以击败已经吃过八斤咖喱的我。为了我的实验精神，我还是要继续吃这碗比较辣的咖喱。马肉味道真的很奇特，还有鹿肉，我习惯了一个味，这么辣，哦，辣了，辣了，为什么也是这个颜色的？为什么啊？香草冰淇淋就不能是香草冰淇淋的颜色吗？真的是香草冰淇淋的味道吗？吃起来像巧克力啊，还是解辣的呢。在那一瞬间，我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以前根本就不用准备什么牛奶那些的嘛，只要来刷牙。就好了，看来只要准备有口味的牙膏就可以解辣了呢。如果我把牙膏加到咖喱去吃的话，看来我们这次的实验大成功了，有口味的牙膏是可以解辣的呢。本期节目是由五次代购赞助播出，以下所有看到的产品都是从日本来的，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，在我们的影片详细那边有传送门，可以直接点，可以直接买哦。
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小铃铛，还要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Facebook 以及没有了吧？对，记得订阅小铃铛 Facebook。我是阿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个超咸辣的，样子变超白的。